看看岛主，哎呦我去，我车窗没关呢，还在这美呢，我去，下雨啊，还在把车窗漏个缝呢。哎，所以说大意啊不得呀，你看咋整，两面都没关，其实也没事儿，没事儿还是关一下吧，是不是，安全第一嘛，这不关可不行啊。哎，好，哎，还在这美呢，看看是不是，咱这小车走哪儿都是家，你看这个家停车场有的是，那边都没人停，非常的空旷，整个停车场没停几辆车，这种地方是吧，你过个夜呀，你干啥呀，你不给别人添麻烦，你停去呗，对不对，这是新建的个菜场，看见没，老大了，还有室外的，咱们去买点东西去，看有啥好吃，买完了直接车里就煮了呗，是不是，这个菜场还真不小啊，那咱们买点啥嘞，你好，哪有卖牛肉的呀，哥牛肉下午没了要回去嘞，啊啊，谢谢啊，买点牛肉吃，那不在，那吃点啥呀，买两个花回去种去吧，这紫苏怎么卖的呀，啊这个怎么卖的，这5块钱十五块啊，啊，五块啊，15块啊，五块还挺便宜啊，5块1盘买一盘，这么大一颗，去年种的都死掉了。啊，这个好像会高的，会慢慢长高的，这个是蛮好的嘞哈。嗯，这个是什么呀？那就有的这里没人。啊，没人啊。嗯。不会种，买点当花玩呗。这是啥呀？南瓜。南瓜，这个嘞？这个吧，丝瓜。丝瓜。嗯，甜的。这个嘞？也是南瓜，是甜瓜，甜瓜、啊、就那个水果那个甜 瓜,、啊、甜瓜，这怎么卖的呀、啊？都1.5块这些。1.5块啊、嗯？好，等我挑两颗吧。这个来一颗甜瓜，哎，那本来是买那啥的，来买吃的了，结果你看，这还买这个1.5块一颗。哦，不是，这些都是1.5块啊？这个2块。这个2块呀，你都1.5块好了呀。啊、这个3块。啊，价格还不一样啊。啊啊，好好来吧，那这个，那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个是扁豆。扁豆是什么豆啊？扁豆是这么光景长、这个哦，这不是有点弯的吗？哦，那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那个不是，这是什么了？这个我刚才拿那个，这个是瓜哈。啊，这个瓜，这两样都是瓜吧？这什么瓜呀？这个大西瓜。哦，这是种西瓜的，好，来两颗来，这玩意儿呢，去年买那个到家都废了。大西瓜，咱们搞两颗啊，玩呗。是不是，这不扯吗，回去给老爸种呢，对不对，这个我拿两个，一样拿两个我完了啊，有地种，你种下去随便什么东西都有的吃不会种，这是什么黄瓜，嗯，这个白黄瓜啊、哦、有绿黄瓜吗，绿的全是这个全是绿的，哪个是绿的，你这个要几个，这是什么，这个秋葵啊，两颗，种种玩玩的啊，哎，两颗秋葵，这个是绿黄瓜是吧？那个不是，这不是黄瓜吗？嗯，这个是西瓜，这个、西瓜这个是田螺，也是什么田螺？嗯，田螺是啥呀？田螺也是。田螺不是水里的吗？哈哈，田螺啊，我们是叫田螺。方言听不懂。那绿黄瓜有没有啊？有。好的，来四颗绿黄瓜。我们就是叫丝瓜，这个不就是这种的，这个是白丝瓜，这个不要、这个、白苦瓜、啊、白苦瓜、这个秋葵，辣椒不要，是的，有这个都买了、啊、种了都买了，喏、就是这个、丝瓜是吧，哎、啊，就是这个天螺啊，天螺啊，这丝瓜嘛，好，这个来两颗，哎，两颗丝瓜，好，可以了，别的，这个是什么，这个绿色黄瓜在哪里啊，绿色黄瓜啊，有吗，绿色黄瓜就是这个，这是绿，这不是，这是绿色黄瓜啊，那、来四颗，田螺来两个吧，不要田螺 啊对，田螺两个，对对对、哎、丝瓜来两个，丝瓜啊，嗯，好，我是啥也没买，我没点吃的，买了这么多那什么叫什么蔬菜回去自己种哈，很像的，你就挨着排哈、哦、挨着排，反正我估计回去
我估计我老爸老妈要是认识能认识、哦、我是不认识。你老爸老妈肯定认识。啊，那这是葫芦，咱得买两颗葫芦。你老爸老妈肯定。这个能不能接葫芦娃呀？那肯定啊。啊，肯定了。妈，你看他说肯定能接葫芦娃。这个是特好种，好种。那能接那个喷火娃吗？啊，会接。啊，会接的，你看，你妈这阿姨说喷火的葫芦娃都会接。会接。我真想给那个阿姨找个老爷爷去。小肚子疼。阿姨说慧姐，她也听不懂我说，我也听不懂她说，你知道吗？俺俩聊天挺好，我说啥阿姨都说行。慧姐葫芦娃吗？慧姐能喷火吗？能。哎，笑死我了。买了一些菜籽，买了一些不是菜苗啊，吃的还没买嘛。这边是熟食啊，熟食也不大好吃啊，我看看。哎呀，没啥好吃的，你说这纠结不纠结啊？彷徨不彷徨啊？实在不知道吃啥。好，明白吧？少给你看，押金多点，少呗。十块一筐，你看好不好？好好的，再一点。哎，塞你哪一筐？啊，再看。你说是哪一筐啊？好，这筐还行。啊，好，来一筐，十块钱哈。哎，这挺便宜我们的哈。有两斤吗？没有两斤不要钱。啊，没有两斤不要钱，那我来个没有两斤的。哎，那个甜瓜要不要？甜瓜怎么卖的？甜瓜你要不要五块买的？五块一斤哈。嗯，五瓜不要了啊，那是。甜瓜买甜瓜。这菜苗都拎不动。要夏天你切切壳都可以的。可以。这自己种的呀。哎哎，拿哪筐了？我刚这筐哈。好、哦、再来一筐草莓。没有牛肉，不吃肉也没啥吃的。吃啥？排骨咋卖的？排骨24。要不吃点排骨吧。排骨一根有点少吧，两根吧，一个人两根够了哈。哎，来两根排骨煮一煮。多少？37。好嘞，扫一下，付个款。你这个是什么？相机。相机啊。哎呦，扫错了。那还的是微信。哎，扫的那个微信去。多少钱？37。37啊，好嘞。确认付款。好，付过了啊。看。我看一下。没有看。手机响。啊，响了哈。好。没啥吃的，咱们就煮点排骨得了，糊弄糊弄啊。你看自己买多划算，30多块钱，这些够我吃两顿，我煮一顿明早都够了。排骨里得放点啥吧？放冬瓜，排骨炖冬瓜，冬瓜也不好吃。排骨放啥呢？放青菜也不好吃，不爱吃青菜。哎，纠结排骨炖。看看。啊，他们生意不太好，挺热情的。排骨没啥放，算了，就炖排骨得了。咱们就炖排骨啊。实在没看到有啥，哎，炖海带吧。排骨海带可以，这个鲜啊。海带也好，海带鸡也好。不要海带鸡，海带吧。你这个不厚，这个哇，这个厚实。厚的好。哦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嗯。这个还有斑点呢。啊。越厚越好，这个很好。这个是有斑点呢，怎么还？都会的，嗯，海带本来就这个，本来就这个。啊，这个也有啊，那好了，这个，嗯，好、啊，就这一块够了。面筋不要了，美女。不要了，昨天才买的豆腐。9块够吧？够了，够了，够了吧？好、啊，4.5。4.5。海带的很重，很好。啊。嗯。哎，你看着啊。4.5。不过了，了，可以嘛？对不对？咱们排骨炖海带齐活，大丰收。完嘞，走了。哎，打开门，咱们在这里吃呢，还是去哪儿吃去呢？哎呀，哎呦，把这个放到后面去啊！哎呦，这不能放地上，我的排骨这是，这个花放地上后面去。哎，放这儿。哎，妥妥的。明天得拿回去了，明天得回去了，回去给老爸种上去。好，我们去这地方就不好玩了啊，你吃饭嘛得找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。走，我们去找个风景秀丽的地方。
把这排骨呢先放冰箱里啊，别给我弄坏了。关门，妈妈上车。